哎，这两天明显的感觉心神不宁的啊，心神不宁的，就是临牌的那些案例啊，写标题的时候写了一个停一下子，写了一个停一下子，写了一个停一下子，很明显的感觉，写一个停一下子，写一个停一下子，哦，我看到了，一个一个横条啊，百姓们呢希望我啊把沙漠那边的，那些土地啊。一块块的把它吃下来，一块块把它买下来，他就是要把这个信息告诉我，一块一块把它整下来，一块块整下来，整下来以后，后面他们就如果地方大的话，就可以，他可以在这片地上做一些事情啊，如果地太小的话，就做不起来啊，在我们看来是挺大的。在外县看来太小了啊，就种不起来啊，就一条一条的，希望我把它那个一点点把它整下来，好，那我明白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后面的事情就一点点把它整下来，一点点把它整下来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，一点点把它整下来，